中文数学题令专家也苦恼不已。中文数学题：2019年是农历的己亥年，若你我到甲午年，人未婚未娶，我们就在一起吧。请问那是几年之后？我真的是中文。挑起来说，我清大数学，开玩笑，真的是中文。我当初挑数学就是不喜欢中文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